看看游戏的玩法。悄悄告诉你们一个东西，狗熊的 W 可以被贾斯的 E 挡。소환사의협곡에오신것을환영합니다미니언생성까지30초남았습니다哎，这一技能是有问题吗？我就不愿意摸。再见。套一套，我们就往后拉。哎，吃药晕，平 A。跳平 A 没 A 到，少了一下平 A。剑圣打野，重印剑圣，也去找去。我们丢了一个小兵，小兵丢的。这还闪呢，我的老大哥呀，这还闪啥呀？还好是没玩猴啊，再见，我溜了，往后点啊，然后我们回家。先来个吸血，谢谢萨妈咪的沙蜜。这个皮肤好笨重，这个皮肤我一技能又不知道它范围。我有点看不出来它一技能范围到底是多大。直接跳它。
跳锤重锤锤锤。呀，他为啥不回家呀？玩蓝符最重要的一点是不知道什么呢？不知道狗熊这个E技能叫的时候叫的到底叫啥？生了，E完事儿我们杀。重锤，晕锤，锤，跳眼儿。吃他两层塔皮，我们回家。跳了半厘米，咱也得跳，因为那塔马上打出来了，我们必须得跳。六，拉克斯单杀塞拉斯，可以啊。空波线，我跳来重锤，锤跳锤重锤开一锤点呀，晕锤锤重锤重锤跳眼儿吃药，再吃药，五秒钟四秒钟啊！可恶的剑圣。又是剑圣，剑圣就剑圣吧，没有关系，只是我们稍微有点脆。可以去，剑圣没有大漂亮，给我杀了，我往到了，我跳下来锤锤重锤锤锤晕重锤接重锤锤锤锤跳死，拿银头220块钱，把蓝 buff 打了。爆炸了！哎呀，这剑圣咋的呀？我说这剑圣咋的呀？要吃野怪呀、啊？哎，你觉得你刚刚玩我能让你吃野怪吗？
他奶奶的，你还要吃野怪？他拿个人头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哈哈。开一锤锤，重锤晕住，跳眼儿，这波有点狼了，还挺疼。小狼一手，不过没关系，主要是为了520挨你们。谁能想到那傻的狗熊上来直接 QE 呀、啊？那 QE 也不留，瞎蹦。喂。你跟谁打呢？不会以为你狠了吧，兄弟呀、啊！让你杀一波，你是找不着北了是吗？这可不行哟！让你杀的一波，只是为了让你小小的值了一波钱，我的小兄弟，你其实在第一层。你是不觉得我不敢杀你啊？你是不觉得你又行了？怎么还跟我俩狠上了呀？你在干什么？记住啊，跟剑圣打一定不要孤立无援。谁的呀？塞拉斯的。你们家这人是杀不完了是吧？是不是？闪现给我闪，闪现我走呗，气死你。怎么还拆吃我塔皮了呢？再见。我在等我的队友，你在等什么？你在等什么？我请问一下子，等啥呢？挺秀啊！回家了。0-8。错了，8-0，才不是0-8呢。포탑을파괴했습니다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是 OB 吗？不是0-8吗？
来，哎呦哇，可以啊！别杀杀杀门拉克斯，你俩都得给我死！锤锤，重锤，跳锤锤，剑圣给我出来！锤重锤锤，哎！你说你不跑，你还回头？我是真搞不懂这剑圣到底怎么就这么膨胀。这俩人如果有加血有点烟，我容易被秀死，不合适，不送了这波。这波本如果、啊、这波我们不是 Wait Monkey， 我可以死；但我们是 Wait Monkey， 我们就不能死。我直接跳点儿，锤锤重锤，闪现锤锤重锤锤跳锤。谁敢来呀、啊？谁敢来呀、啊？为什么抽我？哎呦！吓死我了！可惜，先来个布甲，哎，我们出个蟹手。来，马上到中路。跳眼儿。还放什么大？哎呀我靠。这不要放大招啊。打个红。狗熊什么意思？重锤！啊！我跳上来锤，没事，我死不了。好 Q 呀，没 Q 中。算了，这小黄万一有闪现不合适。我们最好是还是稍微稳一点。我不知道小黄毛有没有闪现，我要知道他有没有闪现的话，我可以上一下。他没有闪，我们可以上一下。干哈呢？你俩在干哈呢？我加克斯 King 能是你说来就来的？剑圣是疯狂了，我看。再见，你给我译一下，我看看。咬你一面，后边有个塞拉斯，没意思。没有塞拉斯还行，啥意思啊？这是啥意思啊？吃狗屎了，投降了。硬追呀，这顿追呀。